因为特我是你的狗。早晨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系姜玲乐。喺呢条片开始之前，有嘢同大家讲。嚟紧嘅四月二号至六号，同埋十号至十一号，我会喺大角咀嘅利奥坊，同埋麦叔同埋一个纹身师一起去一个市集度摆档，都系买翻上次嗰啲纹身贴纸。如果大家想玩纹身贴纸或者想选购下水晶嘅话咧，可以过嚟探我哋噶，或者想睇下麦叔都可以过嚟睇下嘅，睇下佢有几高。各位亲爱的观众、亲戚好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复观众有趣留言，回复观众有趣留言的第十五回。虽然近期的片点击率急剧下降，但是有趣留言的数目都是差不多的，证明大家都是有趣的。我讲的乜鸠？第一个留言 GG Miss 的留言，肯定又是中了伏啦，想叫 Miss Gigi 又不小心将两个调转了。冇嘢嘅，呢个系好多人都会犯嘅错误。咁啱经过大家嘅留言，实在让我大开眼界，系咪好似发现咗 YouTube 最黑暗嗰一面啊？我嘅 channel 就系 YouTube 最底层，好似 Deep Web 咁样。睇多啲我嘅观众留言，会令到你 boom。Miss Gigi， 多啲过嚟我嘅 channel 坐下啦，包括你对人生有全新嘅体会啊！好，下个留言 ，Marco Yip 嘅留言，你边有样衰呢？唔好咁样睇自己，迪康，真系多谢你，好少有咁正面嘅留言啊！通常都系留言话我样衰啊嘛。好啦，我好靓仔 ，Marco 话嘅，大家有咩唔认同嘅，揾 Marco 啦。再下个留言，轩新 Lam 嘅留言，有冇兴趣参加中培新慈善拳赛？你睇我 until 鬼命打乜嘢啊？虽然我同林作嘅身形差唔多，如果有100万，可能我会打嘅，都系唔好打，我惊啊，怕痛啊，同埋我有近视噶嘛，我又唔戴框喎，我去打拳蒙查查应该都输眼噶啦。表妹啊，表妹，对唔住啊，我教坏咗你啊，你做乜留埋啲咁嘅盐啊？乜嘢包皮焗下好食啲啊？哦，系我自己心邪，包皮焗下真系好食啲嘅，我错。表哥嘅錯，表哥錯。好，再下個留言，喺度，呢個係 Instagram 無端端收到人哋 tag 我嘅，我心目中香港嘅過氣 YouTuber Ginger Lemon Cola， 點解無端端喺 IG 要 tag 我嚟傷害我？呢個唔出你個名啦，有後續嘅 LL， sorry， hope you are fine， Ginger Lemon Cola， we miss you。佢見到我睇到佢個 IG story， 跟住再出多個 story 嚟氹翻我。我个乐器唔关你事，唔系个乐器真系乐器，唔系对你嘅嘢乐器。点解要 we miss you？ 点解要 miss 我？我未死，我仲在生。你挂住我，咪入嚟睇我啲片咯。我未死啊，唔好 miss 我啊。再下个留言 ，Marco Yip 又系你啊 ，Marco Yip 有150万人睇，你都好红。啱啱上一个先话我过气，你依家走嚟话我好红。Marco Yip 多谢你咁睇得起我，又话我唔系样衰，又话我红。同埋呢条片教接玫瑰花，啲人都系为咗学接玫瑰花，唔系睇我啫，所以有150万我都觉得好正常。再下个留言，我嘅好兄弟易源嘅留言，一秒包皮，讲述姜玲乐嘅包皮每一秒就会增长1 cm。姜玲乐为咗避免包皮过长，就要每时每秒都割包皮。我嘅刀工已经好劲噶啦，咦？包皮过长，切切切切切，唔知道我系用铰剪定系用菜刀嘅呢？以我嘅性格，我系应该会用武士刀嘅，武士刀，穿穿穿穿穿穿，收翻把刀，又长翻啦。啱啱割完啫喎，大家学下易源啦。易源讲我嘅包皮讲得几有趣，唔系唔俾你哋讲啊，要好似易源咁有趣先可以讲噶嘛。再下个留言 ，Saviki Underline A 嘅留言，呢啲剧情如果系喺其他人度出嘅话，我会唔知个好笑位喺边度，由领落拍就莫名其妙笑咗出嚟，应该系边条扑街冇出片嘅留言嚟嘅，因为我就系嗰个笑位咯，我就系个笑点啦，我下条片就坐喺度1个钟，睇下大家搵唔搵到笑点。多谢你，我当系赞噶啦，系我先咁戆鸠拍呢啲嘢啫，其他人唔好学啊，都冇人会想学噶啦，应该。再下个留言，俊伟中嘅留言，拍埋啲鸠剧串鸠 YouTube 咪啱咯，嗰啲咩蛇王就算啦，姜 #九个 amber 九唔搭八嘅一个 #同埋你个留言，你睇我串完 YouTube 之后几低点击，打完 YouTube 小人啲片连10000都唔过，发生咩事？对唔住 YouTube， 我错啦，我错啊！
我做你契弟啊，好唔好啊 ？YouTube 是你的狗。其实一秒蛇王我系好中意啊，我好中意拍一啲恶搞人哋嘅嘢嘅片。屌，我中意拍恶搞片，讲咁捻多嘢做乜啫？三个字搞得掂，好过瘾啊！即系将人哋啲咁正经嘅嘢咧，改少少改少少就可以令到佢好鸠好有趣，我就会好满足噶啦。#救救 Amber 好啦，救紧噶啦，我会揾佢拍片噶，好热啊！下个留言 CY High 嘅留言，1分48秒，过气问号，乜有红过咩？再下个留言流利嘅留言，你都未红过，点过气 ？Marco 话有红过 ，Marco 话我好红，系咪一定要红过先可以过气嘅咧？应该是要红过才过气的，不知道想到个头都变了林作了，不要紧，红不红都是以前的事，现在开心就可以了，开不开心了，现在不开心啊，这片不少人看，与其在这里怨自己过气，或者怨自己这片没人看，不如想想怎样可以令到自己这片多人看一点，是不是很正面啊？下个留言又是你啊，逆缘打你个小人肚，打到你包皮生不到，逆缘其实帮着我，他上一个留言说我一秒包皮不断生包皮，生到包皮过长，跟住他今次打回我个肚，等我包皮生不到，解决了我的问题，逆缘真是一个好观众。再下个留言 Charwick Show 的留言，真是好捻爱 YouTube、我 feel 到 YouTube 已经感受到你们对他的爱，而他表达的方式就是黄标你。公道啲讲句啦，其实 YouTube 好耐冇黄标我噶啦，就算我打小人嗰条片，佢都冇黄标我，唔知点解，我以为佢会黄我啦，可能佢唔明咩打小人，唔知浩南或者大肥又惨啲嘅，浩南真系惨嘅，浩南真系惨嘅 ，YouTube 你搞到浩南都唔出片啦，出咗片又收唔到钱，咁样，唉，条片拍咗咁耐，剪咗咁耐，一嘢俾你黄咗标喎。人都不开心啦，系咪啊？嗰度唔系话好多钱，但系嗰啲钱都是拍落去的动力嚟噶嘛。浩南拍啲剧情片唔使钱咩？又要道具，又要请我哋食饭，就是靠你嗰少少钱去维持拍呢啲片。我哋一开始好地地冇黄标呢样嘢，大家咪开开心心。YouTube 如果我唔爱你，我唔会讲咁多嘢咯。我真系爱 YouTube 嘅，我比 Pornhub 更爱。如果 Pornhub 喺呢度 ，YouTube。出了镜啊，见不到啊，好高啊，我只手举到好高啊，大家看不到，我路飞嚟噶，我举到上天花板掂到啦，我摸到楼上个屋主个小腿噶啦，真系好爱 YouTube 啊，啾，哎呀，挫亲啲，哎呀，扑街啊，网球手打羽毛球打到变网球手，屌，再下个留言，闪花生枪嘅留言，10年前同依家个样一样咁卵七，但系你越七。就越喜欢看，但是我10年前的样子跟现在一样这么七、我是没有越来越七的、即是我要再七一点你才会再喜欢一点、这样够不够七，这样呢，这样七一点。下个留言 Torado of Turin， 乜你不是正义的纳米光纤粒子粉尘屌的代表咩？做乜打小机？乜嘢啊？你讲乜嘢啊？龙卷，我几中意正义嘅纳米光纤粒子粉尘屌呢个机型呢个名，劲细粒嘅生殖器官都可以俾你讲到咁型嘅，好嘢！唔知咩系打小机啊？再下个留言 ，Pika Pika 嘅留言，同 YouTube 冇性都有爱，咁几时有埋性？点样可以同 YouTube 有性啊？我要同 YouTube 个 O 字、B 字同埋 E 字嗰个窿有性关系。跟住再揾嘢磨 U 字嗰个粒位，哇，好变态！再下个留言，鹌皮仔嘅留言，咁办法小心变狗咗24个姜岭落，睇心理医生好领贵噶。有咩事我直接入青山嘅，唔使睇心理医生嘅。下个留言 ，Lock Epic 嘅留言 ，This guy 代替了小维 ，#救救小维。哦 ，This guy 系 Ernest， 点同咧？唔同 ，Ernest 同我拍嗰啲都唔同我同小维拍嗰啲片。我同 Ernest 主要都系 live 唱歌，我同小维唔会 live 唱歌噶嘛，所以系唔同性质嘅。再下个留言 ，David Lau 嘅留言。DLLM 在回复观众有趣留言12回回来，你5年前靓仔好多、真的吗？5年前有几靓仔不知道、观众告诉我有什么分别了，我梳回好这个头给大家对比一下，我和5年前这条片哪个靓仔一点了。叮，为什么逢亲留意我的样靓仔或者样衰的观众都是男仔来的呢？为什么呢？
Brian Cha 上身。下个留言 Marco 井的留言，原本两个人打小亨只是要100元，到最后收400，连两盒免费叉烧饭都冇俾。那个庸姑先是真正的小人，冇俾400元咁多，最后俾咗250元。想翻起好似都有少少被人困咗嘅感觉，同咗佢讲唔化啊嘛，佢又化，佢都话唔化，跟住又化，唔知又化唔化，都唔化，唔知做乜嘢。可能佢觉得就咁50元赚得少，咁我打多次，嗰度前后都系半个钟内嘅事，半个钟赚100元都 OK 啊，系咪衰依家搞到咁啦？唉，下次唔好啦，容姑，啲收费啲嘢要讲清楚先，知唔知？再下个留言 ，Minecraft 铁路迷。的留言，我真系宁愿做姜岭乐都唔读书啊！读书咁捻辛苦，又要做功课，又要上嗰啲咁闷嘅堂，又要补习，又要测验，又要考试，又要考情分试，又要考毕业试，又要中学面试，又要拣科，又要考 DSE， 分分钟仲多嘢做过翻工啊！做姜岭乐就唔同啦，拍下片、剪下片、摆上 YouTube 就搞掂啦。如果你红嘅话，分分钟做埋万人迷都得啊，甚至有啲片可能经典添啊！你讲到好似好简单咁样，拍 YouTube 剪下拍下剪下就得，唔系咧，真系以前翻学轻松好多，以前点都轻松过出去翻工打。打工点都轻松过依家拍片同剪片，真系。即如果你系想做我嘅话咧，我一定系会比其他 YouTuber 轻松，因为你见我出得咁少片。但系好似我咁样系搵唔到食噶嘛。话俾大家听，我依家 YouTube 一个月嘅分红大概系得，我俾大家睇下上一个月有几多钱。二月系有474美金嘅，哇，创新低，即系3000几蚊。系啦，好似我咁样，大概一个礼拜出一条片，得3000几蚊啊，够生活咩？做 YouTube 要勤力，度桥剪片，跟住剪片又要学，跟住又要上字幕，几辛苦啊，押韵噶，又要学又上字幕，仲要多人睇。如果你都识讲，如果你红嘅话，如果你红嘅话先搵到钱啊，好似我咁样，唔得噶，唔得嘅。所以好好 enjoy 你读书嘅时期，真系一生人得一次，加油啊 ，Minecraft 铁路迷，加油！读完书先至再谂啦，其他嘢。下个留言 ，Sword Art Yan Say 刀剑君。嗱，睇唔睇到 Minecraft 铁路迷？我呢啲读唔成书咪读过英文读到甩甩咳咳咯，所以你要加油啊！4分37秒，成本已经少到要用红色衫嚟代替血。#救救小姜，唔系唔关成唔成本事，冇理由倒落成地茄汁噶嘛，又要我执，又要我洗，又要拖地，又抹地又剩，梗系揾件衫劈落去扮血啦，几过瘾啊！我觉得。再下个留言，别抄我名字。可爱同戇鳩只有一线之差，你长大后便会越过嗰条线。括弧本人一样，由可爱转戇鳩，不过都系中意你湿鳩。哎呀，我发觉自己真系越嚟越湿鳩嘅，湿鳩呢个字啊，好特别，形容得好贴切啊。我都唔知点样解释湿鳩。细人细个都可爱嘅，曾经可爱过就够啦，戇鳩都唔错啊，加油！再下个留言。Chris Chow 0303的留言，戀同拜登正在觀看此影片，唔啱佢睇嘅，佢知道我依家變到咁嘅樣，佢應該唔啱。再下個留言，閃花新春，又係你，原來嚟嚟去去都係你哋留言啊！多謝你哋幫我撐住呢一個回覆觀眾有趣留言這個系列啊！細細個已經豬膽扯大鼻，通常男人大鼻同下面成反比。括弧条锥，你讲咗下面又唔使特登括弧条锥啦，你讲下面我都知讲紧条锥啦，即系唔使画公仔画出锥咯。但系点解大髀系同下面成反比？我细个听都系话大髀同下面成正比嘅、哦，系都要话下我嘅，系咪？我下面大细都唔会影响你啦，大啲你又享受唔到嘅，细啲你又唔会唔开心嘅。我就唔话你啦，我惊你唔留言啊。多谢你嘅留言，再下个留言 ，Bruce Long 嘅留言。人哋个样生得坏坏的，你升华咗，生坏咗，唔知食错啲咩咯？我细个最中意食马拉糕，如果大家惊第时个样生坏咗，就唔好食咁多马拉糕，知唔知？再下个留言，冇好啲，我爱 Era 700万打漏咗 W， 唔识到啲 fans 黐线 ，boom！ 系今朝阿 Ken WhatsApp 我话750万添，咁又点咧？上一条片得5000人睇，可唔可以分啲去其他地方啊？唉。再下个留言 ，Charwick So 嘅留言又系你，唔知我依家读你个名同头先读你个名有冇唔同咧？呢、这个人类嘅进化论，由一岁好 Q 嘅 BB 进化成32岁嘅咸湿大叔，我未到大叔啊嘛，小叔啫，少少叔啦。再下个留言 ，K 点 C 嘅留言。屌你几十岁咪一样仲系咁得意，30定80和小姜姜，突然间有人赞我得意，喂头先先至话紧我变咗咸湿噶，
是不是真的，不要哄我，我不信你，我觉得只是咸湿的大叔，我不得意，最多都是得意的咸湿大叔。再下个留言又是无好啲，我爱 Erra， 姜玲乐依家都得意啊，天生的靓仔，仲要识得填词，才华非常洋溢。括弧下山三千字，省略号，仲有一个 like 嘅喎，嗱唔系我 like 嘅，唔系我嚟噶，应该系 K 点 C like 嘅，大家两个喺度扯猫尾啊，咁假嘅说话都讲得出，我唔信啊，我唔系得意，我系戆鸠，我系湿鸠。好，再下一个留言，石山字太郎 K 留言，依家先睇得清楚你个 icon 原来系只脚板底嚟嘅，依家真系似黐线佬。嗱呢啲留言我就信啦，正路正路，我系黐线佬。再下个留言，阿 AI 号嘅留言，个鼻果然由细大到大，几好笑，由细大到大，可能我细个鼻已经咁大嘅，即系呢个 size。再下个留言。阿强姑姐黑鲍鱼被小姜姜老板维也纳宾州抢后入 VP， 呢条片睇到我扯晒旗，小弟估唔到姑姐后生嗰阵会咁鬼索，同埋姑姐几时出生，点识写真同埋去拍 AV， 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见到你 channel 背景图嘅嗰两条片加埋阿强 and 姑姐 and 姜老板三 P 拍 AV。好嘢啊！嚟紧有条片想讲 Giomi 入面嗰个就系后生嘅姑姐，俾你发现咗，俾你睇穿咗嘅思路添。好嘢，唉，唔好咁变态啦。不过你啲留言越变态，我越中意。再下个留言，论马 Hugo 嘅留言，浩南真系好样衰。嗱，呢啲咪诚实咯，唔似得头先嗰啲话我得意嗰啲咧，好假，好虚假啦。浩南真系好样衰，贴一般嘅事实。我最中意啲咁诚实嘅观众噶啦，大家一定要学下论马 Hugo。我相信呢一句嘢，浩南都会好认同。再下个留言，南米小唱曾傲然大战亲子风无底洞，识唔识用我？识唔识用英文读我个名 ？Michael Little Sausages。Owen Chan Big Battle 知风 Chan Low Limit 仆街系冻英文咩啊 ？Low Limit Hole 啱唔啱啊？再下个留言 Super S 2012嘅留言，听讲容姑系咁多档最呃钱，咁你都仲唔知道？去到求其打喎，唔紧要啦，算啦，已成过去，打咗就打咗。再下个留言。Mustache Cow 的留言，不如拍條片講下對 ODC 的睇法，同會唔會轉過去？唔知係咪讀 ODC？ 我琴日有睇到台灣好和言嗰條片，有講呢一個網站。琴日睇完，我即刻開咗個 account， 啲片會同步抌過去咯，當係 backup 咁咯。因為我愛 YouTube 啊嘛，我梗係會留喺 YouTube 啦。我想 YouTube 好啊，我對 YouTube 嘅愛只會越嚟越深，好似曾子峰嗰個無底洞一樣咁深。再下個留言 ，Kit520CC 嘅留言，又有新片咁撚勤力。你个留言唔有趣，但系你张图好有趣，我中意。再下个留言，黑发魔男嘅留言，你嘥咁多钱来打小人，好嘢啊！系我嘅话，我会将呢笔钱嚟买 Gucci 或者 Chanel。$250，你买咩 Gucci 啊？你买个纸袋都唔得啦，系咪啊？再下个留言，日文字日文字，八鬼组嘅留言。姑姐把声搞到我好卵燥，对唔住咯，我都唔想噶。姑姐要骑劫呢条片，继续讲落去，唔得啦，好攰啊，呢把声好攰。好啦，今次回复观众有趣留言第15回就嚟到呢度啦。我哋逢星期五出片，密切期待会有新系列睇，希望最快下个礼拜五。今个礼拜五条片都正，密切期待。真心正，唔呃大家，好玩开心。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记得俾个 like； 中意我呢个人嘅 subscribe， 揿埋个铃铃，虽然都冇卵用。我系 YouTube，follow 我 IG，like 我 Facebook，follow 埋 MeWe。我哋逢星期五出片，每两个礼拜做直播，同埋今个礼拜六会做直播。I love YouTube，yeah， 拜拜。